转头，转头。你说咱这么多枪，咱什么时候能干点大事？哎，少说话。你们就会嘴上打鬼子，瞎吵吵有什么用啊？干不了大事。もちろんだな。すごいんだろう。もし報告できなかったじゃないか。干，明天就干。干。また羽が生えた猫か。どこにいるんだ。你这个伤啊。起码在这边养个十几天呢。十几天，这条为什么必须要炸？为打一场大仗。炸药包怎么炸就？那简单呢，把那个炸药往那个桥一扔，咚就炸了。这个也太不正规了吧？你不是神枪手吗？神枪手子弹也不能拐弯啊。退回去！啊！你们也太不正规了，我们从来没正规过。退！